Open TS Player， 先设定参数。我现在想要将电脑上面的 Media 的影像借由 DVB-T 的频道丢出去，由电脑来接收，由电视来接收。我现在走的频道是521MHz， 那么第一个选择是 Frame， 选择是频率，第二个是 Call Rate， 走3/4 Constellation QAM16。Guard Interval 是1/16，那我选择我要播的档案，然后给它播出去，这样就可以发射出去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扫到这个频道，所以我要重新将电视的 DVB-T 的 T 叉来做重新扫描。再加上红地方，它是有包藏的地址。目前看到的是，国家的公共电视，还有其他的频道。那我要重新做个扫描。我的频道是521MHz， 所以等下在521MHz 的时候应该可以搜寻得到。搜寻到521000，那等它跑完一圈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影像了。还剩下20%。这是公共电视。我的频道，把它开起来，然后呢，倒数计时。这是我播的，我的频道。20秒才可以使用。好。在倒数计时完之后，这个灯还是会继续。我再换另外一个节目。Run。
再换另外一个节目。乱。一样的，我们可以看，这时候可以转别台，看公共电视。这是数位电台。公共电视 High HD。继续转到我们的频道。再换个频道，乱。一样，我再换个频道，换个节目。以上就是我的 demo。